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呢，我又要开始恶整的妹妹，因为她现在不在家，所以我要开始弄她。因为她去收获营了，所以她讲她半个小时还会回来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准备在她的房间。Later that same evening， 我现在呢要放一些油在这边，然后希望她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，她可以踩到这个油啦。12 seconds later. 再去家。1 minute 37 seconds later.Later that same evening. 所以我妹妹回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我呀，姐呀！烦了你，真累，你又在边搞。等下我洗。我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。2000 years later.